大家好，土豆这样做你吃过吗？准备一个大土豆切片，上锅蒸熟，然后取出用擀面杖捣成泥，捣至细腻无颗粒的时候就可以，再加葱花，少许的盐，一勺十三香，一勺普通面粉，然后揉成面团，再搓成长条，放成大小相等的小面剂，取一块面剂团圆，然后再改成小薄饼，油温六成热下锅炸，炸至飘起上色，翻炸另一面，炸至两面金黄，控油捞出，好吃的土豆糕就做好了。喜欢的朋友收藏试做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